但是这个中王呢很厉害，他是基本上因为其他的太平天国的地方都是搞这个，这个有饭同吃，有田同耕，他就搞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改革开放的事情，就是说逃离这个的地主可以回来，就是地是你自己的，然后他就搞了这个放宽这个贸易，所以在这个他中王管理的这个一两年的这个苏南的地区，这个是仿制这个丝绸是这里的嘛，丝绸的这个出口量在他当时他管这个苏南的时候是比清朝太平的时候的出口生产还要高，所以他是一个管理经济的一个能手，也是天才，因为他基本上是他没有文化的嘛。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苏州跟安庆就在这个这里，太平军还在，但是1861年呢，安庆呢就失守，就这个湘军就拿下这个安庆，拿下安庆呢就等于你的门口就开了，天津门口开了，所以你拿到了这个苏州的话，你就可以围着天津打苏州呢，就是常胜军跟李鸿章去打。就有看过这个《投名状》的话，你就看过一幕，就是刘德华到了这个苏州城里面，跟这个守城的这个将领，守城将领死了，就说你要保护我的士兵，然后刘德华就出去就李连杰就杀了所有的这个湘军嘛，所以李连杰跟这个刘德华就决裂。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有发生，但是李连杰的这个角色是李鸿章，然后刘德华呢这个角色是一个英国人叫郭登，就是常胜军的军官，他就先到这个苏州，跟了苏州的几个太平军的他们就投降呢，他们就害怕这个清朝会杀他们，所以郭登是外国人嘛，就是说英国人就说郭登就肯定了他们的安全。李鸿章到了，见到他们这个八个这个降将领就说他们要那换那个顶戴花翎，当他们脱了他们的盔甲的时候，手起刀落就杀了他们八个，然后呢也杀了这个3万多个这个太平军的湘军。郭登就不干了，就拿了这个左轮手枪就跟这个李鸿章要对决，但是最后李鸿章就说好，所有都是我的责任，写了这个发表了这个文章，就说不是郭登的事，但是郭登是耿耿于怀，就搞了好几年呢才和好如初。还有小插曲，就是30多年后李鸿章环游世界，到了英国呢就见到这个郭登当时已经死了，见到郭登的这个妻子，就是说这妻子就是说你们两个都那么多感情，那么多什么事情了，现在我一只小狗，可能是这个当的郭登以前有的小狗的可能的孙子或者是儿子送给你吧，这个等于是感情。然后李鸿章呢就第二天就写信给这个 Mrs. Gordon， 就说啊，谢谢你的夫人，我离开了中国的好多日子了，都还没有补品，这个补一补，所以他把这个狗都吃了。所以这个不是这个野，可能是野史，但是就说了这个他们这还是看你说这个很多 misunderstanding。但是这个苏州也陷落的时候，就围攻这个天津，围攻天津呢，这个李秀成就带了好几十万兵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他基本上是吃光了天津的粮食，吃光天津的粮食呢，他这个李秀成就跟这个洪秀全说：“我们要突围吧，我们走吧。但是这个洪秀全当时可能已经疯了，但是就在个旧约圣经呢，你知道，当他们40年在这个摩西带了这个的犹太人离开了这个埃及的时候，就在这个旷野走了40年，就是40年的时候就没东西吃，神呢就降了这个玛拿，就是甘露，
就给他就给这个犹太人吃。洪秀全就拿了这个圣经里面这一段，就说现在我们有甘露，就给他们就给这个这个众王看这个野草，就逼这个众王把这个野草变成这个草团，就给这个士兵吃，自己洪秀全也吃这个，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洪秀全也就是历史也说他应该不会为难自己的，但是他后面他开始病，因为他的这个习惯很怪，他喜欢吃冷的东西，还有喜欢吃这个蜈蚣，剑的这个蜈蚣，这是有毒，所以他最后是病死的，病死。但是天津陷落以后，曾国藩说他是服毒自杀的，但是这个机会很低，不会机会率不会很高，因为这个曾国藩一定要写他是自杀的嘛，因为那么大的中藩，你不可以就说他是自然的死，但是基本上他病死，病死呢以后呢，就中王李秀成就开始没粮食了嘛，就开始放这些这老百姓啊就走，但也看到这个红人发红人达的这个这多低能，就开始在关卡里面收钱，你没钱不准走，但是你这个大是什么时候呢还要这样，因为这叫李秀成有很多钱，因为这个李鸿章到他的这个拙政园的时候呢，这个银子啊就高于这个墙啊，其实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白银流入，因为他们不允许在严禁鸦片嘛，所以看到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跟不是英国跟法国为什么一定要帮清朝呢，就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白银的问题，也是因为鸦片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鸦片的问题，然后这个围了这个天津，在这个太平门破了以后，这个李秀成就突围，带着这个洪秀全14岁的这个儿子叫洪天贵福，离开天津，也看到这个中王的也多聪明，他是太平门被攻破的嘛，他就从太平门走，因为唯一一个是已经湘军已经拿下了的话，这肯定是最安全，所以他跟这个右天王就突围以后呢，他就在这个他们就离开，我们就讲一讲在天津呢，曾国荃来里面，曾国荃其实一辈子呢就是这个哥哥就护着他，但是他这个湘军到后期的这个军纪很差，杀人呢杀的在南京的大屠杀，只是这个大屠杀就基本上杀光了人，就是这个说这个河啊这个已经没有流水了，因为这个尸体已经塞住，然后这个基本上整个城市40岁以下的女人都不见不到，全被这个湘军拿走，掳走，然后他就到这个冲进这个天王府，因为他们都听说这个天王啊，这东王府啊，是谁的府地是很多这个金银财宝的嘛，但很多也找不，就现在不知道是到哪里，因为在最后这个曾国荃就把这个烧了整个天王府。这个其中一个小的军官呢，就要去，就是这可能已经所有其他比较高级拿了所有东西，他就发火，就找到一个这个宫女，就说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找不到，但是在里面就找到个尸体，就是洪秀全的尸体，洪秀全的尸体呢，但是所以湘军呢就把这个洪秀全剁成这个很多段，就因为是凌迟嘛，就是死的也要凌迟。然后就火化以后就放在炮里面就打，到最后是，这会演吗？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很讽刺的，就是这个洪秀全是靠这个湘军到天堂的，因为放在这个炮里面打上天嘛。所以这个在后面，然后这个李秀成呢，也是因为他这个。你可以说他的奢华无度的而惹祸，因为他逃脱走的时候，人家就这农民就见到他呢就认得出他，因为这瓜分了他的这个财物，然后就给了这个清军，他就关了他好几天，八天左右吧，
八天左右，他每天呢就写，大概是6000个字的记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大部分关于，大部分关于太平天国内部的事情，我刚刚说的很多这个历史，都是从这个李秀成这个自述这个来的。但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他要是7000个字嘛，一天写八天嘛，应该有56000个字嘛。曾国藩给慈禧的只有3万多个字，很多人删改了。然后呢，这个那么重的饭应该是送到这个天津，在送到这个北京去杀的嘛，去可能凌迟了什么。但是曾国藩在天津里面就把他，在南京里面就杀了他了。所以很多现在很多说呢，就是当时湘军，有10万的兵力，可能在因为看这个字数，你看到李秀成写是多赞美这个曾国藩，是不是曾国藩就是劝他称帝，打往北京？所以说有很多这个疑团，就是曾国藩究竟有没有要当皇帝的野心呢？他当时会不会反呢？但历史，所以呢，所以为什么这个字数要少了这个2万多个字？所以到最后，李秀成就死了。洪天圭福呢，几个月以后也被清军抓到，他呢就想，就说就不关我的事，是我爸的事，也写了一首诗，说自己只想就做这个秀才，但这个他爸爸考不到，清朝也不会允许他，所以他在他15岁生日之前一个星期也临期处死了这个洪天圭福，所以就这就是这个。太平天国，那最太平天国最大的影响，就近期的话，第一就是人口少了1/4，这个其实对中国是某段程度来说是好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开始这个人口这个密度减低。第二呢，就是汉人抬头，就是这个因为知道这个绿营呢是没用了嘛，所以就有了这个湘军才，其实裁撤了很多，这个裁了这个湘军，但是这个淮军还在，淮军就是李鸿章的军队，就是往后几十年，后面北洋，袁世凯建的这个，军队，这个也是以这个为蓝本，所以在这个几个省呢，他们后面到几十年后，军阀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湘军呢，他到每一个地方。他的军务是他管理的，然后他的这个所有政务财务是他管理的。在太平天国之前，这个什么总督啊，什么巡抚是不允有，其实他们不是直接去干事的，是这个布政使司跟这个布政使司跟这个提刑司去做个实际的任务。他们只是监督，但是到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总督湘军或者是湘军出来的人有20几个，在往后几十年做到巡抚跟总督的这个位置，比如刘坤一，比如这个李鸿章，这个彭玉麟，是不是彭玉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胡林翼，是就到这个，所以他提防这个军阀这个开始这个半独立的情况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因为他们跟这个英法的合作是很密切，所以就开展了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洋务运动。现在今天到这。